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世间的爱情不一样，世间的爱情赌博为名为利，这种快乐会有压力，而且会造恶业，所以各位要慢慢的去了解真正的快乐。念一下，没有欲望才有真快乐啊。就像各位现在身体坐在那边没有生病，那叫快乐，而不是把这个身体弄得很快感，人家不快乐，那是一种欲望。所以没有欲望会生气，就没有烦恼，那就是佛教追求的自在。所以如果你恨某一个事情，如果你很执着某一件事情，你就会不快乐啊。所以因为心里会有压力，所以这种自在的快乐佛教叫智慧，智慧。所以各位刚刚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是Om Mani Padme Hum，阿弥陀佛代表清净平等，所以才有快乐。
因为你到了极乐世界，那边没有男女的欲望，没有金钱的欲望，没有骄傲，那边只有各位读阿弥陀经一样，里面念的来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每个人都保持这个念头。那边大家忙的是什么？所有的声音在告诉我们，来念一下：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支、八正道。所以在极乐世界，它就要让你能够没有贪嗔痴，没有分别心，那这个才会有真正的自在的快乐啊！所以在这一点，那各位要把握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，这个叫智慧。智慧就是不起贪嗔痴，叫智慧，不是死了啊，是你有心，但是你的内心里面却没有贪心。什么叫贪心？我好爱漂亮，我好喜欢吃好吃的，我喜欢看那个帅帅的、美美的啊，我喜欢穿漂漂亮亮的，最好指甲擦十个颜色啊，眼睫毛挂得像雨伞一样啊，然后呢，开的车子最好是八轮的啊，住的房子比这间大一点啊，那个都叫贪心。这个贪就会让你不快乐，因为就像一个男人吸毒一样，抽烟一样。所以各位都知道，抽烟的人快乐还是不需要抽烟的人快乐？当然不需要抽烟，做烟供就快乐了，布施啊，抽烟也是烧东西，但是那个有毒，但是呢，做烟供跟点香一样，可以供佛，而且可以布施。哇，今天整个马来西亚世界各地的孤魂野鬼今天吃饱了，那些生病的众生今天不生病了，所以那些饥渴的咽口鬼今天喝到了，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快乐。这个快乐是一种布施，最好吃的布施啊。像我最近晚上没有吃，肚子饿得要死，每次看人家布施，哇，我好饿啊，但是自己要忍，给他吃了我那一碗饭给他吃了。所以我们出家人过午不食，并不是不会饿，随时保持在饿的状态，但却把这一碗饭菜给那些孤魂野鬼啊，给那些流浪狗啊，给那些老鼠啊，最好又给那些贫穷人啊。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个学会最好初一十五大家来煮素食便当啊，送给那些老人院呢，乃至跟他们喜欢吃素的人结结缘呢，你只要煮了好吃，没有人管你这个是什么菜，那咖喱也可以煮得很好吃啊，所以用食物可以跟众生结缘。而且佛陀说，不施食物的人有什么功德呢？念一下：长寿、健康、讲话有力、气色好、生命安稳。所以你经常不施食物，然后呢就有这个好处。所以各位要，佛陀叫我们要布施给蚂蚁，你布施一只蚂蚁等于念了十部贤劫经的功德，你布施十只蚂蚁等于念了一部大藏经，念大藏经要五年呢布施十只蚂蚁，你布施一百只蚂蚁将来做小国王，你布施一千只蚂蚁将来做大国王。所以因为佛陀强调这种慈悲布施帮助众生，因为我们嘴巴讲众生，众生众生不是光人，也不分宗教所以各位家里有老鼠来，要不要布施啊？让它吃饱一点，老鼠来就会发财，所以黄财神用老鼠代表财神。所以台湾人有一句话：喵来探短吉，告来踢短裤，喵气要来不得了了所以那些蟑螂啊、蚂蚁啊，各位千万不要伤害它，你杀它等于杀到自己爸爸妈妈，不跟你有缘的不会投胎到你家来。就像你的儿子投胎在你家，
就像你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，那只是他现在做人，你叫他爸爸，叫他儿女。如果他投胎做动物道，可能是你家那只狗啊、猫啊、蟑螂啊，生生世世的有缘的才会来，你欠他债他才会来，或他欠你债他来。那如果你去杀死他，那就杀掉自己的父母。所以我们学佛，首先各位要了解，念一下，深信因果，业报轮回啊，这一定要相信。所以今天会投胎到你家，没有没因缘的，一定要有因缘，人也好，住在你家的地基主，为什么你会搬到这个土地，住在这个地基主的土地上盖房子？那你还要拜拜他啊，大背公、拿督公，因为他跟你有缘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世间没有意外发生任何事情，凡事都有因缘。所以身体不好有身体不好的因缘，生一个儿子一定跟他有缘，你嫁给哪一个老公，娶哪一个太太，有没有缘呢？有个缘分，缘分呢，好缘歹缘这样而已了，小欠债哦，还是来互相报恩的。但是各位，你要是欠人家债，你要高兴还债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？念一下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！虽然我们不见得认识他，但是你让他快乐，为他念佛，为他放生，刚刚我们供养僧人功德都念嗡阿吽回向给他。哎，我们念七声嗡阿吽好不好？那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要念嗡阿吽？念嗡阿吽代表诸佛菩萨的身体、嘴巴、心态的功德加到这个食物里面，再来把自己的现在所做的身口意的功德，大家来念佛、拜佛、共生、放生，身口意的功德也融入在这个水啊、烟啊、食物里面。然后呢，第三遍嗡阿吽呢，是让这些地狱道、鬼道、畜生道身口意很痛苦的众生，也恢复了他们清净没有痛苦的身口意，叫嗡阿吽。然后他们恢复清净的身口意以后，他们就享受了无量的功德，清净无量，而且这些功德都在他们身上。早上大家做食供养啊、供生啊、放生，这个吽字就代表他们得到这些功德，得到水、得到食物、得到药。不但如此，各位刚刚还做面包啊啊啊，你把你的生命财产通通供养他了，啊，这叫替身。所以念嗡阿吽，诸佛的加持；念嗡阿吽，自己身口意的功德给他；念嗡阿吽，对方身口意清净了，而且得到了圆圆满满的功德。嗡阿吽，嗡阿吽，最后他就变成念一下阿弥陀佛，嗡阿吽，他的外表变阿弥陀佛，他的心变阿弥陀佛的心，他的嘴巴也在念阿弥陀佛，然后他就到了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现在外面充满功德。哇，你看那个烟快不快乐啊？嗡啊嗡，嗡啊嗡。所以以后各位都在你家门口烧一点点啊，烧金纸、银纸，烧没有关系，但你的规定要变都可以嗡啊嗡啊，撒一点甘露水在旁边，那你就知道说，哇，我为什么最近发财了？家里不吵架了，身体健康了，啊，儿女乖乖啊，晚上好睡觉啊。所以慈悲有各种的功德，好睡觉，精神好，水火刀枪不欺负你，不伤害你，没有恶魔，没有鬼啊，只有护法神拥护你长寿。所以特别这个四世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的，因为阿难打坐的时候碰到面难鬼，面难鬼是阿难说你三天就要死了，阿难跳起来，那怎么办？这个面难鬼啊，就观音菩萨说了，如果你想要不死，你现在为我们这些孤魂野鬼供养三宝，再来又布施无量的食物给我们这些孤魂野鬼吃，你不但三天不死，长寿无病，满愿。阿难跳起来就找佛陀，佛陀啊，我碰到鬼。佛陀说那个不是鬼，鬼还跟你讲方法嘞，鬼那个是观音菩萨的慈悲，因为修行人不能光为自己正阿罗汉这边打坐，你要慈悲众生，也是观音菩萨慈悲你，希望你三天不要死，因为你是佛陀的侍者嘛。
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阿难，我们就看不到经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观音菩萨也来保护阿难。那 让阿难三天不食长寿，记忆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吃食物。所以佛陀说，那是观音菩萨教你的法门，而且你只要拿一点点食物念辨食咒，那这个食物就可以拿来供佛。念辨食咒，念供佛也念辨食咒，然后呢，不吃鬼神也是辨食咒，不吃这些恶鬼道中阴身都是辨食咒。那么少瓦旦太多，我的这点上不来上不来吼。然后呢，佛陀说，你只要念辨食咒，加念佛号，然后辨食咒让他吃饱了，恶鬼升天；念佛号让他去佛的净土啊。所以阿难就这样，佛陀告诉阿难，你要传下来，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变得有福报、有寿命。所以，那我们中国佛教特别这样传下来，后来又写了很多仪轨，所以就变成梁皇宝忏啊、水陆啊、放焰口啊、大蒙山啊。现在每个寺庙每天晚上放小蒙山啊。那最主要就是辨食咒，辨食咒。但是所有的功德不离开你的心，如果你的心充满了悲心，默默的为对方念阿弥陀佛，念嗡嘛呢叭咪吽，那你的身体会不会放光啊？那你就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无量光啊，因为你的心是充满了菩提心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充满了悲心，嗡嘛呢叭咪吽。所以各位最好你观想你变后面这一尊好不好，像不像？回去照镜子吧，你要修的跟他一样，所以叫嗡啊吽。所以我要有阿弥陀佛的外表，我要有阿弥陀佛的声音，我要有阿弥陀佛的心。所以你要读经典，你把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放在心里，你把佛号放在嘴巴，你的外表行为做阿弥陀佛在做的事情，这个叫一心念佛，不离阿弥陀佛，你要不离菩提心。各位要注意啊，你要开始练习，不然的话有时候你会忘了，当你照到镜子，哎呦我头发不错，阿弥陀佛不用烫了，你还烫。你要观想你的头发变阿弥陀佛的头发，你要这样观想啊！你念观音菩萨，你要观想我的眼睛变观音菩萨的眼睛，去看看众生的苦如何帮他。观音菩萨的眼睛充满智慧，观自在，他看到万法的真实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要有观音菩萨的智慧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要有观音菩萨的慈悲，而不是光保持眼睛的慈悲。观音菩萨有一千只手救众生，千手代表无量无边，哪里众生需要帮忙，那他的慈悲的手加上智慧的眼睛跟能力就去帮助对方。智慧代表不执着，不但不执着又有能力帮助对方，这个才叫佛教的智跟慧。智是能力，慧是没有分别，那大智慧摩诃般若了解一切，不是光了解人怎么救猪啊，什么救地狱的众生你都了解，所以叫摩诃般若大智慧。阿罗汉叫小智慧，只帮助自己不要贪嗔痴，这样而已。菩萨叫大智慧，所以不分你什么宗教、什么种姓、什么病，那他都可以帮你。那各位，这个叫你现在就要开始很努力的去学。所以在这里面有400个人，有400种问题、烦恼、心态，你都要去了解。你不能说眼睛闭起来我管你的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所以你要去观想地狱道在想什么，为什么他会堕落地狱。所以各位要看经典，为什么会堕落地狱，地狱为什么有18层地狱，然后地狱的众生有大地狱、中地狱、小地狱，他们各造什么业，你要了解。妈妈得高血压，爸爸得癌症，他的原因是什么，他的药是什么，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他。那这个叫大智慧，就像一个妈妈生了10个儿子跟生了2个儿子的经历不一样啊，因为10个儿子有10个个性，然后呢娶10个老婆，哇，那这下可你忙的了，因为你每一个都要怎么去关心他，你不能用一种宗教去关心他啊，因为这个信天主教那信基督教了，所以你每一种宗教你都要去了解，因为你关心他。同样是佛教，有念佛的，有打坐的，有持咒的，你都要了解它。所以
菩萨修行不是为自己喜欢打坐、喜欢持咒、喜欢念佛，菩萨修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样才可以众生无边誓愿度。所以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无量无边的烦恼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所以为了要断尽众生所有烦恼，而且度众生学习所有法门，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所以各位要为此而广学一切，你千万不要消极。有些人说我现在念佛就好了，其他我都不管，你成不了佛的。你现在趁你活的要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要 广接触所有的众生，这个叫发菩提心。那以菩提心来念佛，你才有上品往生的机会。如果你不上品往生，不慈悲，为什么？你一直待在莲花里面，慢慢慢慢消业障，你的父母知道死了千百万次的苦了，你也帮不了他，因为舍弃对方。所以对一般的凡夫，观无量寿经说，你劝他念佛，在他死之前，他至少可以下四品往生，下四品啊。但是一般皈依三宝的人啊，守五戒的人，他可以达到中品往生，中品众生，乃至他要守报关斋戒，中品上升，这个对大家都不是很困难。你只要守五戒，又守报关斋戒，那就一定中品往生。那各位呢？哦，帮人家助念，办三十细念，我、哦、今天放烟供放生，这个叫发菩提心了。菩提心就是要帮助平等的所有生命。所以各位不要偏一样，我只喜欢放生，其他我不喜欢，而且放生我只喜欢放牛，我不喜欢放鱼啊。那你有这个观念通通错的。所以空性就是绝对平等，没有分别。所以那你要这样去度，而且有形无形，花跟人都是你要度的，有情无情，同源种质，而不是说我只喜欢度华人，我不喜欢度马来人。所以各位要天天回向我们马来同胞，愿他们生活快乐健康，将来升天，这样啊，你要一直祈愿回向给他们，但是不要去改变任何人的宗教信仰。因为佛教讲的是心态，你不认识我，就像各位今天对这些无形的鬼道神明那么好，你有看到他吗？都没看到，有看到了偷讲一下，今天来了什么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人有阴阳眼看得见的，我阴阳眼也是个业障，看得见，都看到鬼。所以我们希望不要看到，但是你要修到空性，你就可以看到，你不会怕，只有慈悲心。所以看到神、看到鬼、看到佛，对你来讲都一样啊。你只知道众生平等，但是他需要什么，我就帮助他。佛要我们精进，鬼要我们帮助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你越精进，就在供养佛嘛。你发菩提心，那真正供养佛。发菩提心就是愿意成佛，那佛最高兴了，最高兴了。就像我们早上做十供养。这里面代表来念一下：修十善业，实践十大愿王，圆满十波罗蜜，成就佛实力，广度众生，那就是最好的供养佛了。那供养佛，那你就圆满了各种的功德，因为佛就希望我们大家分担阿弥陀佛的任务，分担药师佛的任务。那这个是发菩提心供养，但是你要成佛，不能够离开众生，不能够舍弃众生，坏人好人你都不能舍弃对方。你不能说我又没认识非洲人，我怎么度他？你至少买一张非洲的地图啊，了解非洲的人民的状况，从网络啊，然后非洲的动物啊，然后非洲的鬼魂啊，身在华人的地区，那这些鬼魂这祖先还有的吃呢。但是如果他生在非洲，请问这个人死了有人拿食物去拜他吗？假嘎拜没有啊。有些人还有信仰拿一朵花还不错啦，但是他们不像我们读佛经知道说，人死了还要喝水，人死了还要药，人死了还要食物，人死了要不要衣服，孤魂野鬼
有36部孤魂野鬼，大部分的鬼都没衣服穿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把你往生的爸爸妈妈的衣服啊，把它折干净洗好送去老人院，最好不要等他死了，活的时候就要送了啊。如果你爸爸还在，你把爸爸衣服送给老人院，爸爸不容易生病，因为身体嘛。特别女孩子啊，女孩子你要买一件漂亮衣服拜观音菩萨，拜完以后送给其他穷人穿，你的身体啊永远受到保护，没有男人会欺负你的身体，这一点很重要哦。啊，如果你爱护你的女儿的话，那你要用，因为衣服是保护她身体的嘛，所以你用衣服替她供养佛，衣服替她布施给穷人，是不是保护她的身体，至少不被欺负，经常健康。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，佛教了解，你眼睛很痛，那你经常布施眼药水，乃至有穷人我布施啊眼镜给他，乃至在菲律宾尼泊尔有些老人白内障没钱开刀，我们都会凑钱帮他。那因为你眼睛生病，你去帮助所有眼睛痛苦的，眼睛会不会消业障？这自然的道理，不为这个，因为你眼睛生病才知道别人眼睛的痛苦嘛。所以我想出家人晚上不吃饭，很多过不死，但是他想的是孤魂野鬼晚上才吃饭啊。所以晚上各位一定要做施食啊，一杯水七颗米，现在又有香，今天也会送给各位一包从不丹来的最好的香啊。那这支香各位点好以后念114页，这114页就叫我们再念一次供养三宝，供养阿弥陀佛，供养护法善神，供养六道众生，供养父母祖先，冤亲债主。你点好这支香，就全家的佛像啊，都打背供啊，祖先都嗡啊嗡一下，然后走去厨房也嗡啊嗡一下，厨房有灶供哎。然后完了以后，这支香不要插在佛前，也不要插在祖先那边，插在门外，好不好？你在门外面用一杯米啊，香插着，或是买卧香炉给它放着，不要给雨淋湿啦。这里面有药跟食物，布施给众生了。啊，所以一支香就可以供养三宝、护法善神、六道众生、冤亲债主，这四个要背，背一下。供养三宝，包括阿弥陀佛了；供养护法善神，包括上帝、玉皇大帝了；供养六道众生，供养冤亲债主，冤就是你伤害的，亲就是你往生的父母兄弟了。但是他在受苦，你要帮助他。那这四个都供养到，这个叫菩提心了。菩提心，然后再把这支香插在外面啊。那这个是包括一杯水，各位拿起来也要这样供养哦。当你要喝水，再背一次：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善神，供养六道众生，供养冤亲债主。然后要喝之前就点几滴出去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然后自己再喝。一杯水也圆满了上供下施。上供就代表佛法僧三宝，还有护法善神、韦陀、伽蓝菩萨。现各位，你皈依三宝有36个护法僧，你受五戒有多25个护法僧，你受八关斋戒有解脱的护法僧，你发菩提心，哇，更有菩萨天人护法。那这些护法神就像你的工人，要不要给薪水啊？要，你不给薪水，他给你白做工啊。就是说你要供养他，那我们的功德供养他，然后呢食物供养他。所以各位，你每一样每天吃饭也要这样供养，你每天要吃饭，饭菜拿起来，来跟我念一遍：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善神，供养六道众生，供养父母祖先，冤亲债主，嗡阿吽。然后完了以后就拿7颗米啊布施出去啊，撒在外面的草里面啊，外面的小鸟等多久了啊，啾啾啾啾啾，嘿嘿，这样。因为你只要布施给他，他就会经常来，一只变两只，两只变八只，天天给你啾啾啾啾。但是啊，各位来结善缘，乐无边，开始了，你以后不会爱男人爱女人了，我喜欢爱小鸟，这个叫破相，了解吗？不会执着那个相，
像各位现在18岁的小男生，个个啊呢，头发弄得球球球球，他要去找女生，哈啦哈啦。因为呢，执着这个外相，啊，但是你慢慢的慈悲众生，你看到狗也快乐，看到蚂蚁也快乐，人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。所以慈悲是消除执着最好的方法。啊，各位现在结婚很苦啊，温安呢，温安呢，温安呢，规天嘛温安，看无伊困未起啊，那执着呢很痛苦。那你要开始去关心众生，你关心众生呢，您安呢，我哪会知，我来做烟供，我管你随缘呢，棒骨假操呢，你改变了他就改变了，他就乖乖，老婆我帮你买烟供香回来，你越执着他，他就越造业给你痛苦，你越放下他，哎，他就越关心你。这个佛教呢很有意思的啊，所以各位这点很重要，你越爱对方，对方越恨你。就像一个爸爸爱儿子，爱到爸爸要儿子要骂爸爸，对不对？爸爸又哭啊，我这么爱你，你干嘛是每天在背后讲我坏话？因为你这种爱里面，你跟他过去是镶嵌在的，你越爱他，他越恨你，他觉得你管他管太多，约束他很多，你讲话他就跑掉，这样你会气得半死。所以因为你用执着的爱他没办法接受，但是你用平等的爱他很喜欢你。所以各位你要念一下，心态改变，世界改变，记住这句话啊，记住这句话。你老公没回家太好了，赶快背阿弥陀经啊，然后呢等你阿弥陀经背完了，你老公天天来烦你，卖差了啊，因为你心态改变了，你就不会被卡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万法唯心造，心创造一切，所以负面的心态就会让你造负面的业而得到负面的结果。什么叫负面的心态？念一下：贪心、嗔恚心、愚痴邪见、骄傲、嫉妒怀疑。那什么叫贪心？刚刚讲过，喜欢的都是贪，我好喜欢那个发型哦，贪。我好喜欢那种皮包啊，什么鸡的啊，那个都是贪。哎，妈妈，人家买那个布鞋好漂亮，我也要买一双，穿拖鞋就好啦。马来西亚这么热，但是我喜欢哦，人家换手机 ，i6、i7、i8， 我也要换一下。我干脆写一个 i100 给你好了。那叫极乐世界，打电话给阿弥陀佛啊！那是因为你会喜欢的顺境，你想要抓住，就是贪的意思了。哎，我要吃辣一点，咸一点，这样我才会高胆固醇，咔嚓细，咔嚓给罗碎改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吃油一点，这样我就会中风，咔嚓起啊！那就是贪。所以各位要叫佛教我们所报万斋戒，晚上不要吃清淡一点，穿海清就好。有些女菩萨问我，师父我已经吃素了，我吃很少呢。我说你喝水也会胖，为什么？贪。你只要有贪，你就会不依了，不管你贪什么。所以因为贪是一种烦恼，所以各位就知道自己起贪心，就要赶快净化它啊！像现在小朋友最贪了，贪玩电动玩具，贪漂亮衣服，贪谈恋爱啊，贪钱，大家都在贪。所以那你要了解，这个就是烦恼。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叫我不要贪啊？阿弥陀佛加持我叫我不要贪，阿弥陀佛加持我叫我不要贪，这样啊。啊，你不要一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老公在哪里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你念佛干嘛？啊，那你越贪，对方也会贪，你的贪会造成他有外遇，因为你的心念是贪，啊，所以这个贪念会造成对方也有贪念，这个嗔念会造成对方有嗔念，你生气对方也会生气嘛。第二个叫嗔，什么叫嗔？不喜欢的，
不喜欢了，不要跟我讲话啊、我不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这个，你就会生气，所以那起嗔念，那就会骂人了，伤害人了，那起嗔念，所以嗔心会让你外表长得丑啊，口才不好啊，人缘不好啊，而且那个福报就没有了。所以火烧功德林最重的烦恼，在菩萨道就是嗔恚心，爱生气，爱生气。所以有些人很喜欢念佛，但是骂人更厉害啊。然后一生气的时候，管他阿弥陀佛，先骂再说。有些人，所以各位来佛堂不能生气啊！你在佛前骂人，保证你丑八怪，生生世世。你只要有佛堂的地方，都不能骂人，不能生气啊！你有佛堂的地方来这边，哎，那个女生好美，你起贪念，你在佛堂起贪念。生生世世会男女性别怪怪，了解吗？为什么有些人不得不同性恋？因为他在佛堂起贪念。各位，这个要注意哦。所以现在的 这种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男不男，女不女。因为呢，他不应该起那个念头啊。啊，像各位看到年轻的师父说，师父长得不错，你完了。啊，你对佛像起贪念，你对三宝起贪念，以后你的心态就非男非女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的小孩子也是非男非女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对三宝起的这种分别心就不好。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。因为我发觉现在有些人哦，就觉得说，哎呀，那位年轻的上司长得不错，心里就爱慕他。爱慕他，然后呢就想来，我就想要把他当作感情的对象，昂伯爱娃娃来爱叔父啊，跟师父煮饭呢、啊，在师父出门呢、啊，对，然后呢觉得很快乐。那这个师父跟别的女人讲话，气得半死，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有这种贪恋之心了，那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他生生世世感情古怪。甚至非男非女，甚至堕落那种鸽子或是那些麻雀乱伦，就是这个意思了啊。所以各位这种贪念跟嗔念，你要随时检查你自己。我们虽然已经在帮助众生，但是你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要从你自己度起，自信众生誓愿度。如果你心里有贪念，你身上都是贪的鬼。所以我们去布施的时候，我要教各位来，外表变观音菩萨。所以你去布施嗡阿吽，你要观想我变观音菩萨，不然那些好色鬼，哎呦，这个女生贪念，晚上就来找你了。师父，昨天晚上梦到男人来强奸我。我听很多啊，那我就说，以后做烟供不要穿那么性感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还碰过一个男生。来参加我们梁皇宝忏，拜拜拜拜，睡在我们那边，想说哦，师父我专心的拜，结果第二天跑来，师父，昨天女鬼来强暴我，啊，我说你拜梁皇宝忏还搞得那么帅，那女鬼当然找你了，啊，所以各位你当你参加法会，最好要穿海青啊，这样净化自己啊，宽宽松松的，心态也很重要啊。不然的话，你有这种贪念、嗔念，那你就会污染到法会。因为这个法会是大家共业，如果我们去嗡阿吽、嗡阿吽，这里面有贪念、嗔念，那些众生就吃不到甘露。因为甘露是在你用慈悲心、清净心去念嗡阿吽而得到的。所以什么叫咒？一般人不太容易接受咒，但是你要念咒的人，如果你心态没办法把握得很好，念咒没有力量。跟各位念佛，光念阿弥陀佛都不容易了。念个，有时候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怎么没声音呢？睡着了。啊，所以不能有分别贪嗔痴啊。所以各位要想尽办法让自己保持正念。所以一定要先净化自己。所以你要念佛，看看经典，忏悔一下，观想阿弥陀佛，再来念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个叫前行，你要做什么东西，一开始要做之前应该如何？
好，所以各位呢，贪嗔痴，什么叫痴？痴就是自己觉得这样对就对，要着相，不了解真相，都看到假象，不懂得分析观察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分析很多事情。我像拿一本书，这本书名字叫书，事实上它离不开木头、草这些矿物质、太阳、水种种因缘和合，包括人工印才有这本书。所以这本书是因缘和合，所以它本质叫纸浆、叫树木、叫阳光，离开这些条件，书不能存在。所以愚痴邪见就是说，不相信因缘和合，不相信因果。现在你别人骂你几句话，你朋友倒你钱，你气得半死。那一天我去新加坡，有一位老板娘，哇，讲到眼睛都快杀人了啊！因为他做了31年的企业，被另外一堆人大企业骗他合约，因为他是虽然住新加坡，他是普通人，所以他不懂英文啊。虽然做了31年的事业，结果被一个大公司讲英文的跟他签合约，他上面一点点中文，底下都英文，他看不懂，反正看中文 OK 就签了，结果英文里面很多他没看到，等于他这个事业被那家公司吃掉了。所以他，而且他现在去告又告不赢，他真的气死了，快自杀了。原因呢，我旁边有一个法师会打坐，说不要怪人家，上辈子啊你在一个乡村里面行骗，把乡村的钱全部骗了个跑了，现在这辈子那乡村的人刚好开这家公司，整个公司人都要把你给弄垮掉，抢一抢回来，31年赚的钱通通把你抢回来，这个就是个业报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。他一听，真的吗？师父真的有因果吗？没有骗你，这就是你的因果，不要再怪别人。你现在好好忏悔，私底下你现在还有一点钱，赶快用这个钱替他们去做布施，回向给他们，还他债，还他债，他就不会跟你讨债了，那你这辈子公司还可以保得住，不然他全部会给你掏光。所以各位再注意啊，你朋友欠你10000块不还，你不用生气，赶快拿10块替他放生回向给他，这样就好了。他搞不好有钱就来还你，没钱至少不会下回就跟你讨债，知道吧？啊，骗你没关系的，再借我，下回我一定还你好几倍了。这样骗一次，骗两次，骗三次，因为你债还没有还他完，你永远要被他骗了。这是在感情有感情债，金钱有金钱债，肉体有肉体债。这个肉体债你还没有欠完，第一次得癌症，第二次得癌症，第三次开刀，然后你会觉得为什么都不会好？我要天天念佛啊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念下。惭愧心，你一定要向他冤亲债主跪下来忏悔，你没有惭愧心没有用的。我对我老公那么好，他为什么对我不好？哇，你不知道你欠他100年的感情债，现在才20年而已，还80年呢，那怎么办？赶快去放小鸟，因为小鸟是重感情的，他们是一堆一堆的，特别燕子，燕子一辈子不离婚的，对不对啊？燕子他们一辈子守了夫妻之道的，那你去帮助这些小鸟啊，这些群体动物，然后用你老公的名字帮他做功德，他外面有小三呢，我还用他名字啊，你气得半死，但是你要还债啊，你要甘愿啊，然后还他债啊，跟他跪啊，晚上他睡觉你跟他磕头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上辈子不知道怎么强奸你啊，让你受苦啊，把你虐待啊，我现在跟你忏悔啊，趁他睡觉啊，你要做功德给他，哪一天你这个债还完了，奇怪，他变了，他对你很好，你还觉得他很烦呢，啊，因为这个叫业报。所以各位，你千万不要说为什么这辈子他要这样对我，为什么他要对我，我对他那么好，他为什么还倒我钱啊？为什么我哥哥要倒我钱，为我弟弟要倒我钱，小欠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各位，所谓愚痴邪见就是你不信因果，而且你执着这个东西是永恒的不变的，书就是书，花就是花，健康就健康，生病就生病，一切都是暂时存在，因缘和合存在，也因为因缘存在都可以改变的啊，加糖就是甜，加盐巴就是咸，两种都加，又甜又咸，
那你的生命你自己去改造吧。所以我想各位听闻佛法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深信因果，而且了解万法的空性平等，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那因缘和合而生的也必定因缘改变而灭，所以万法都是在生生灭灭的状态，无永恒的自性，所以叫空，无自性空，所以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害，也没有一个我在被爱。你要了解这个，因为有人要自杀，因为男生抛弃他又骗他，他自杀，他就觉得有一个我在被害，我的自尊伤害，然后我要毁掉我自己，因为我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。各位来，痛苦给我，来给我啊，我现在讲痛苦给我啊，在哪里？没啊，我现在没啊。痛苦还要因缘才有呢，痛苦不是永恒存在的啊。但是你会觉得，哦，你又讲到我老公，我又痛苦了。你痛苦只是一个点，那你不要去想这个事情，而且你要净化这个痛苦，所以你要转化痛苦。所以这个愚痴邪见，各位要多读心经啊，多读佛经啊，金刚经啊。然后金刚经的意思是什么？去思维啊。然后很多善知识解释这个金刚经啊、心经啊、般若智慧啊。但是为了达到智慧，各位一定要多忏悔、多布施、多慈悲。你要有资粮，你没有资粮，没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精进，没有禅定，你得不到智慧的啊。这些资粮你要去做，所以那你才会达到智慧，有智慧你才有方法帮助众生呢、啊。再来傲慢，傲慢就是说我身材比别人好啊，啊，我车子比别人大，我眼睛你没有看，你两眼皮，我双眼三眼皮呢。所以很喜欢表现自己的优点，就是傲慢。你告诉你儿子读书要读第一名哦，这也是骄傲。我儿子是美国留学博士，骄傲。所以一个人条件好一点，他就会很骄傲。这个骄傲是很大的痛苦，他会很执着自己，会甚至会自恋而爱自己。所以每个人拿相片都看自己，嘿，这个是我啊，他都会执着自己的外相，所以执着自己的条件。所以呢，我们华人就喜欢你有钱我比你有钱，你车子大我比你大一点，爱面子啊，执着比别人高一点，骄傲。那条件比别人低一点，嫉妒，嫉妒。就像各位照相，旁边站那个比你还漂亮的，哎，就是，呵呵，不要站在我旁边，把我都给弄黑了啊！因为你黑嘛，他白嘛，一拍一黑一白就看得出来你黑嘛，啊，那你心里就不舒服啊。所以，因为这个别人条件比你好，你不舒服叫嫉妒；然后你比别人条件好，你自以为是叫骄傲。这些都是烦恼。所以各位，你很喜欢布施很好，结果你布施有骄傲心，升天了，升天很可怜呢，升天最低的900万年，天天在骄傲的状态，看不起人类，看不起动物，因为天上的神不用洗澡了，天上人身体不会臭了。请问天上有没有厕所啊？天上人不用大小便的啊，天上没有医院的，如何升天？念一下，持戒得升天。你只要守戒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喝酒，你就等着升天吧，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。但是升天不就近，升天你会很骄傲，骄傲久了，就像你去欧洲、美国啊，他干的看起来个子比我们高啊，白白的。啊，白种人看不起黄种人，黄种人看不起黑种人，啊，然后人看不起动物，然后就这样骄傲的果报。所以欧美人是过去都是天人，天人现在回到人间来，他就皮肤比较白，眼睛比较美，但是他就会骄傲。但是他这个福报享受完了，下辈子换他堕落畜生了，啊，当然堕落畜生也会做白的狗了，这样。所以但是这种骄傲的心态，这个叫五毒烦恼，各位一定要认识它。所以我们在超度外在的众生，
功德来自于你超度你自己。因为你要知道超度是为什么，超度是借由这些食物这些功德，希望它能够净化烦恼。因为它如果不净化烦恼，那它永不得超度，只是暂时脱离鬼道，暂时脱离地狱道。等它暂时脱离地狱道，然后来投胎做人，那还不是一直造业，搞不好下更深的地狱。所以我们会跟他念心经啊，希望他没有贪嗔痴嘛。啊，故空中无眼耳鼻舌身意，空就是一个智慧的了解，所以就不会起分别心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见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因为有了智慧就不会有分别。好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儿科阿包医生吴汉蒙。交通防疫共同行，驾驶乘客好放心。不管是温江大哥或是乘客，都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，才能拥有舒适放心的乘车环境。大家搭车要注意哦。第一，车内全程佩戴口罩。第二，尽量避免交谈及饮食。第三，可以打开窗户，保持通风。第四，非必要不要乱碰触车内其他地方。付款时也可以使用悠游卡或行通支付，就不用烦恼你找钱时还会碰触到其他物品。下车后一定要记得用肥皂洗手或干洗手消毒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搭乘交通工具，防疫不松懈，安心搭乘，做彼此健康的守护者。这是佛陀的心愿，这是菩萨的心愿，只要不断弘扬佛法，就会有那么一天，不在乎需要多少年，不畏惧路途多遥远，只要佛法尚在人间，世界有一天会改变。再来开咽喉，他们这些孤魂野鬼嘴巴吐火啊，身体冒火啊，然后呢，现在各位把水米拿起来，我们要点水，而且每一滴水各位都要观想啊，水米要打开，每一滴水都变成一个太阳的月亮的光，然后这个光一照下去，那些地狱道来的鬼道来了，身上的流血啊啊火啊通通消除掉，清凉，喉咙各个打开。哎呀，他几百亿年那个喉咙都在吐火，今天你让他不吐火了，打开了，非常慈悲啊。所以各位来念一次，嗡波波地里切多里丹汤也对，然后就点水啊。就你点水，不是这个水不是在我们操场里面，到了英国，到了北极地狱恶鬼城，畜生道，他方世界啊，你要这样观想这个光骗一切处啊，他们身上的痛苦就消除了。来开咽喉，嗡嗡嗡地地切多里丹那耶多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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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水米先放地上。
大家太慈悲了。恶鬼道是天天被火烧，特别肚子饿他就烧，走路他就冒火，但他不会死，我们人烧了还会死，他不会死啊，他就是最短175万年，天天在被火烧，你看他多痛苦。然后突然有人让他凉快了，突然有人让他喉咙打开可以吃东西了，你说他不跪下来行吗？啊，他会跟你感恩啊，谢谢你啊，啊，所以念这个开咽喉咒有什么功德？我们念一下第16页，希望大家多点水，念开咽喉咒，有10种功德。来，功德一，毒药不能中；二，毒蛇不敢蛰；三，包障不能害；四，王冠不敢称；五，众人皆爱敬；六，天龙常随护；七，衣食悉丰足；八，颜貌端正；九，永离毛素味；十，不受三途身。啊，所以愿大家慈悲啊，不管你用什么水，只要手上有水甩一甩，要喝水之前滴几滴出去啊，你不念咒没关系，有悲心啊，愿里面清凉啊，得到甘露水，24小时修慈悲心啊，你这样做以后，事实上慈悲就有福报，你不要为了福报去修，自然无法避免福报，永远不会怕鬼，不受啊，所以永离毛素味，你就不会怕，你越慈悲就越不会怕，养过狗的人就不怕狗，因为你对他慈悲过啊，啊，而且不受三途身，而且有钱，而且外表漂亮，而且不会中毒被砍被杀，地水火风都不会伤害你啊，因为慈悲嘛。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慈悲生活在一起，生命电视触动。